真正有福的人呢，这一辈子三个不碰，越不碰越好命。人生在世啊，有些东西是一定不能碰的，一旦你碰了，就会给你自己带来无尽的痛苦和麻烦。看到这个视频的你啊，绝非偶然，请相信有意或者无意，它都是天意。既然能刷到，说明您还是很有福气的。别忘了点赞收藏，我接着往下讲。第一个不碰就是品行不端之友。朋友是人生的财富，但是也要看什么样的朋友。如果是品行不端之友，那就是人生的祸害。品行不端会给你带来很大很大的负面影响，让你爱走弯路，误入歧途。品行不端只会给你带来更坏的运气，让你遭受灾难和困难。他们会拖累你，他们会出卖你，他们会让你陷入到危机和困难当中，时刻无法自拔。他们会让你失去信任以及尊重，会让你孤立无援和寂寞无助。所以啊，真正有福的人一辈子都不会碰那些品行不端之友，要懂得尊重，选择朋友要懂得与品行端正、志向高远、正直善良的人为友。那第二呢，不碰的就是不义之财。财富呀，它是人生的目标，但是你也得看是什么样的财富。不义之财只会让你带来很大的影响，让你变得贪婪无耻。他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不义之财而选择不好的手段，甚至牺牲你自己的良心和道德。你会失去自我的尊严，变成一个没有原则和